1885年，人类建造了第一幢摩天建筑，从此世界各地都开始建造摩天大楼，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城市尤为明显。截止2020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超过150米建筑数量的城市排行中，香港以355座的数量位居榜首，其次是深圳289座，纽约284座。建筑技术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高度已不再是设计师追求的唯一目标。未来摩天大楼的发展方向在哪？充满想象力的设计师给了我们答案。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5座奇葩的未来摩天大楼。机住大厦。曼哈顿被誉为世界的中心，其著名的天际线已然成为这个城市的亮丽名片。最近，土耳其建筑公司海里阿塔克建筑设计工作室发布了一座210米的概念摩天大楼的图片，希望成为曼哈顿天际线的一个有趣的补充。这座奇葩大楼的效果图从生物学中汲取了巨大的灵感。机住大厦的名字来源于生物学名词，代表肌肉的最小单位。横跨塔楼中央空隙的有机连接桥旨在模仿及时冻结的杆状肌肉纤维。机组大厦的建筑师在每个边角创建一个结构管支撑，以达到大厦中空的状态，因此大家的目光被吸引到整个建筑的中心上。目前该项目只是一个设想，具体方案还未确定。对这个仿生学建筑你支持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看法。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C 塔。最近，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赢得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C 塔项目建筑方案设计的国际竞赛。该方案是由两栋塔楼共同组成的一座多维度垂直都市，以满足未来都市发展的需求。方案强调大厦的核心是公共空间，而将两栋大厦串联在一起的连桥环形空间就是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发生的场所，市民可以在此欣赏到城市周边的全景视野。底部类似梯田状的空间形态将地面的绿化生态自然而然地引入到公共空间中，给人很强烈的绿色立体感。两栋均高约400米的塔楼外立面采用了双层隔热的整体式玻璃幕墙技术，将玻璃窗作为垂直通道来实现自动遮阳和内外通风的功能。这样一来，大厦的每一层都可以享有自然且高效的通风环境。 C 塔项目还包括了废水回收利用以及光伏发电的环保设计模块。理想状态下，大厦可以为所处的整个街区收集太阳能，底部梯田状建筑则设置了生态花园，通过生物手段来过滤当地环境中的污染物。深超总 C 塔项目作为深超总规划的一部分，对各种节能减排技术和可循环材料都进行了充分的考量和运用。瓦塞尔塔。瓦塞尔塔是一座300米高的细长超高层大厦，该建筑位于迪拜的中心位置，正对着著名的哈利法塔。一座行人天桥将这两个区域连接起来。整栋大厦的外立面使用陶瓷材料，金黄色旗状花边包裹着整栋大楼，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陶瓷外墙大厦。大厦各方面都秉承着绿色环保的理念，白天通过外立面的陶瓷元素和遮阳技术创造了一个自然冷却系统，到了晚上，安置在陶瓷翅片后面的立面照明会被点亮，由程序控制的灯光将大厦融入到整个城市的统一视觉之中。照明系统由位于停车场大楼的光伏面板供电，贯穿整个大厦的开放式缝隙，形成一条垂直大道。其顶部是大厦屋顶的无边泳池，这条缝是由户外阳台堆叠而成，沿着建筑的轮廓形成了一条绿色的脉络，由此允许人们看见大厦内部的情况。这条林荫大道将室外和室内连接起来，对这个地区的建筑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迪拜暴风塔。提到迪拜的建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帆船酒店，这座闻名世界的地标建筑成为迪拜重要的名片。最近，著名的土耳其设计大师海里阿塔克为迪拜设计了一个新的现代的摩天大楼。整座大楼由一个主干支撑，包含三个螺旋状缠绕向上的玻璃体，每一层都有一个独特的楼板，在垂直方向上与其他楼层相连，并与一个旋转的底座连接。主干的顶部为直升机停机坪，这种分段式的螺旋线使大楼能以恒定的速度旋转，而不受风向的影响，每48小时旋转一周。在优化后，这座大楼还能依靠旋转产生电力，自给自足后还能为周边的城市街区提供多余的电力。多伦多盖里项目。弗兰克·盖里是当代著名的结构主义建筑大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师，被称为建筑界的毕加索。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奇特不规则的外观而著称。这位91岁高龄的世界上著名的建筑师正在他出生的城市积极开展一项重大项目，位于国王西街的两座摩天大楼。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且最高的建筑。经过八年多的讨论，这个复杂的项目正在快速的推进。项目由两座分别高308米和266米的大厦组成。这些混合用途的高层建筑将在一栋大厦中包含住宅公寓和一家酒店，在另一栋大厦中包含一个艺术画廊和一个大学的新校区。两座大厦的主体均有多个不对称堆叠的盒子组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伸出，从远处看仿佛是两个正在对话的人。大厦的外墙采用了蓝色玻璃幕墙和不锈钢这两种节能材料，每一块都将提供微妙的光影效果。当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建筑物时，它的形状、不断变化的太阳光线、各种材料对光的不同反射，都将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独特景观。整个项目预计在2023年开始建设。摩天大楼发展了100多年，见证了人类建筑技术的进步。除了能有效地节约土地资源外，还能构建城市地标名片。未来的摩天大楼除了兼具实用性外，还强调了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你最看好节目中哪一座摩天大楼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点赞加关注，下期节目将更加精彩。我们下期见，拜拜。